欧曼的观众朋友，你好，我是梁泉。今天我们请来的是本地的一位 superstar Derek 何维健。Hello， 大家好，我是何维健。这次带来你的第四张华语专辑《柠檬甜甜的》，算是第四张作品，对对对，所以这次就是很开心。所以，但是一开始先不要问专辑，一开始是我是被你的这个服装为什么吸引到？服装吗？大男生穿着全套黄色，而且还这么多不同的是什么？对，之前我看到是有一些名人签名过。对，因为这些基本上是造型师画上去的嘛。然后但是比较特别的地方应该是袖子这两旁的白头不小，这个是谁的签名？这是焦哥的签名，黄子佼。然后这边是小燕姐的签名，就是他们两位就是当我的护身的那个给你翅膀给你力量是吗？对，是怎么样的情况下请他们两位帮你签名？就是我们上那个我要当歌手，对，我要当歌手的节目的时候，然后他们就主持，然后焦哥就觉得这画上去好特别，所以他就之后就决定画龙点睛，入将好了，我们就签名，然后你就可以收集签名，然后就当场就我就说当然好啊 ，OK， 那你们要签名，我怎么可能会拒绝呢？当然会觉得很好，所以他们就签上去，然后但是之后签上去的时候，之后我们也其实也没有刻意去问。叫其他人签名，所以就变成这两个签名在这个外套上是非常非常珍贵的。对，所以只有这两个人的签名。对对对，所以真的何维健在就是台湾那边真的有受到我真的很多人照顾的，因为特别是小燕姐是真的很少会单签名，所以这个对我来说很珍贵。OK 啊，好吧，这次要言归正传来介绍一下 Derek 的新专辑。为什么会取名叫做柠檬甜甜的？就因为这次的专辑歌曲名称当然是柠檬甜甜的，然后再加上那个我们曲样改编的柠檬树嘛，对，所以这次就要以一个柠檬的主题来做一个专辑的一个主题。然后当然也希望就是因为这次就是整张专辑的那个概念就是比较是正能量，充满正能量，然后要乐观的一个讯息，就要传达这样子的一个讯息，所以很自然的就想要跟选一个就是代表这样子的一个主题的水果，所以自然柠檬树也会自然会用到柠檬，所以这次柠檬当然是黄色了，所以我们就会用黄色来。为什么柠檬会是甜的呢？就是基本上，其实有两个主要的原因，好像柠檬本来是酸的嘛，但是大家都会知道，可是就是当你初恋啊，还是一见钟情的时候，就会觉得是那种甜甜的滋味，所以吃到酸酸的柠檬也会觉得是甜的这样子。Okay. 然后再加上其实也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主要是要表达正能量的一个主题。那你刚才说到，就是这张专辑当中也是有算是取样改编一个经典的那个 Lemon Tree， 然后之前也是有啊，但我知道你们相爱，是不是就是很对这种取样然后来再进行改编的一种做法已经上瘾了？对，是有一点点，就是已经开始作为一个自己的一个挑战，因为我一直都是觉得创作是天马行空的，反而就是当你在创作的时候是很容易的比较容易的一件事情，因为你可以就是基本上要做这样子的音乐，你要做出来哪一种创作呢，就由你自己来做决定，就反而取样这种创作方式反而是一个比较稍微比较有挑战性的一件事情。对，因为你就没有办法就是更换和弦，这是第一个大的挑战，然后第二个挑战又要在一个这么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个旋律当中再创作出一个新的旋律，对，来创作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让人觉得说哎是完全一样的，不然人家有点新鲜感，对，不然人家也会觉得是一首翻唱。对，所以曲样改编对我来说是真的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所以当然我是也非常开心，就是大家对这个这样子的创作方式越来越熟悉。对，然后一直到其实像 Kelly也特别跟帮他制作了那个情人这首歌，然后相信大家会对
这个创作方式越来越了解，因为我其实不单单只有我一个人有做过这件事情，对，其实我们在很多年前一直到现在，好像张学友也有做过，好多我等到花儿也谢了啊，然后天黑黑也算是一个曲样改编，哦是，对，所以我只是这一次就是注入了一个比较有自己的音乐风格的一种方式来做曲样改编。OK， 那可以说是做的相当的成功了。谢谢。就是听众应该都是非常的能够所以记忆点这样。非常开心，就是大家还是对这样子的一个方式非常非常的支持。然后就是之前我其实在创作的时候，这首歌反而会觉得有时这些辛苦都值得，因为曲样改编最困难的地方其实就是要授权的时候，哦，反而是最麻烦的时候。嗯，所以这个过程算是很顺利吗？还是这首歌还蛮有趣的，就是我们特地还在 Facebook 上找 Fool's Garden， OK， 找到他们本人，哦，跟他们打招呼，哇，然后就跟他们说一声。但据说好像之前好像很多人只是要跟他们要那个授权，都是有点困难的。所以就之前有碰到一些障碍，然后之后我们就跟本人打招呼之后，然后很有诚意的把这个作品给就让他们听一下，然后他们就是也所以也算是这个版本是他们自己本身批准是说 approve 可以这首歌有到一定的水准可以出，所以就是非常非常的就是荣幸就可以跟他们有这样子的一个接触。在这张专辑也是有自己的一些创作，包括《晴天》这首歌。晴天，对，其实整张专辑除了那些除了翻唱的歌曲以外，所有的其他的八首歌全部都是我自己的创作。然后这次那个《晴天》这首歌也是主打之一啊。所以对这首歌曲是比较有 feel， 我们据说是你的自己的人生的一个故事。因为我其实是选择在一个很不开心、很没有力量的一段时间，写出了一首非常正面的歌。因为我不想用歌曲来记录这样子不开心的一个回忆，反而就是我想要借用写歌的这个力量来让自己更开朗、更开心，所以这首歌对我的来说的那个意义非常非常强。所以是在你一个人生非常非常低潮的时候，所以当时的那个整个情况是什么？当时候啊，其实就是我在发行我的英文 EP 的时候，然后当时候其实家里就出了一些事情，就是让我们全家都有点点伤心，然后再加上音乐方向这一方面，就是开始也创作这一方面碰到一些钉子，所以就有点障碍，所以就觉得接下来对人生的一个看法有一点点稍微悲观一些些，但是绝对不是那种那个叫什么，就是绝对没有那个 depression， 没有就陷入那种忧郁的，没有忧郁症。完全没有忧郁症，只是比较像是一个比较低落的一段时间。OK， 所以那时候我就希望就是借用创作啦来写一首，来让自己可以继续往前走的歌，就走出这个。因为我也不想就是创作一首，你知道，在五年之后再把这首歌翻出来再看的时候，就是提醒我当时有多伤心。对，我比较希望就是看到这首歌的时候是虽然也是在说当时候不开心的时候，可是
我决定要怎么去应付它的一首歌，而不是就是处在一个就伤心，可是没有在让帮助自己的一些回忆。OK， 但除了就是搞音乐之外，现在你就是听说你是有在朝好像拍 MV 对方向制影片制作就发展，开了一家制片公司，然后就对我来说还蛮算是人生的一个一大步。怎么会突然间就想到要往就是拍摄 MV 的方向去？因为一开始其实我们在上一张的改版，就发行了一首每时每刻的单曲，然后那时候我们就想要拍摄 MV， 但是那时候因为其实也是一首单曲，所以对 MV 的那个要求就是还是会有一些，就大家就不知道要怎么去做。当时还在想哦，我们要去到台湾拍吗？还是要做什么之类的？然后当时候其实我一直对拍摄很有兴趣。所以当时我就直接跟老板说，我就由我来好。我说，你要不要给我拍一下？这样。所以老板当时因为你是第一次嘛，对，那当时我完全没有那个经验，完全零。对，但是我之前已经对这个很有研究了。对，只是没有办法在实际上做一个尝试。所以当时我就说，你把预算都给我，让我去拍好了。对，老板也真的是对你很有信任哦。然后之后他就真的他就当时跟公司说服了他们一阵子，然后就决定他们是 OK。所以从那里就拍了第一支作品。那做了那个作品之后，我们在就好像是一个不归路的感觉，所以就一直拍下去，就有很多很多很多的那个。对，从拍自己的一直到拍其他人的，我一直在累积。到现在已经拍了十几部了。哇，OK， 对，现在包括自己的在内 ，OK， 所以会可以往是导演啊什么制作的方面去了，对不对？我一直都希望有这个机会，因为我人生中最大的愿望就是除了当歌手，我也希望就可以当导演，真的哦。然后还有就是创作人，音乐人，然后最后就是太空人。但是做太空人真的吗？但是应该比较没有办法。听说 NASA 最近是有在招聘啊，但是要是美国公民啊，对啊，就比较麻烦，因为新加坡人要当太空人，其实我不是没有研究过，你知道吗？真的吗？就真的比较困难。你有真的有去研究说？因为现在有那个在太空有那个 ISS 的国家 ，OK， 就只有那几家几个国家， okay. 所以新加坡不是其中，所以我们不是公民之一嘛， oh. 所以就可能稍微比较麻烦一些。但是我还是抱着希望的，你知道吗？就是。因为可能再过几十年，就是可以买张票去那里绕一圈了。OK， 对。雨天，你的笑要被我听见，别整天愁眉苦脸。之前其实有听说，看新闻上有说 ，Kelly 说你是一个非常龟毛的人，对。所以今天其实我也安排了一个小小的心理测试，真的假的？来测试你，我有多龟毛？你觉得你的龟毛是在哪一个方面？工作，绝对是工作，绝对是工作，是很吹毛求疵的感觉。对对对。OK， 那今天来测试一下你在感情方面，感情方面有多龟毛？对啊，问题是这样子，蛮好奇。以下哪一种行为是让你会觉得很反感的 ？A 是抖脚。抖脚是什么意思？就是你的脚一直在抖。哦，一直在这样啊，抖脚。B 呢是当众放屁。当众放屁啊。C 当众挖鼻孔，还是 D 说脏话 ？A、B、C、D 哪一个是让你觉得最反感？说脏话。说脏话吗？来看一下，你可以和朋友打成一片，也是欢乐的制造者，但是呢，和情人有沟通的障碍，无法好好说上几句话。龟毛的你对情人的生活呢、工作有很多意见，却只会一直碎碎念，逼对方改变，令情人觉得很烦。准吗？你觉得？某个方面真的还蛮准，也是跟工作有关，但是你是对情人的工作就是会有很多意见，很多的那个。就是我一直在。就在感情方面，我都很希望就是可以跟一个可以一起去进步的。我们好像每次，如果我在
谈恋爱的时候，就是在一起做的一些活动，嗯，都会是比较是互动性的，互动性比较 不会是那种就是看电影啊，嗯，看电影当然也会，可是就是那个、嗯、好像一起去做要有一些有成就感的事 ，OK， 就好像一起去做一个披萨，然后做出来就很有成就感。然后也会学一个新的东西。哦，这样子听还真的还蛮规模，但是当然就好玩嘛。嗯，就你会有一定的要求。对对对，好吧。就大家就还是会做完了之后，大家就很开心，一起吃披萨，但是同时也学会怎么做披萨。你看，好多要求，但是当然希望你在就是音乐还有在可能人生的道路上会非常的顺利。好，今天真的非常谢谢 Derry 黑妹见，当然要记得要支持他的这张专辑《柠檬甜甜的》，谢谢 Derry， 谢谢谢谢。假装不了你不爱他，假装不了我割的傻，但其中一个被祝福也算幸福吧。假装不了你不爱他，你要是能快乐的活，寂寞我会想办法。